新年快乐。收几多利是？目前为止仲冇人俾我利是，好惨啊！如果睇到呢个视频嘅我嘅朋友，唔该你哋快手啲啊！开玩笑，快手噶啦 ！Sorry。OK， 食年糕同埋爹哋会煮餸嘅，不过阿爸煮餸系如果佢煮早餐俾我哋食，通常都系夜晚先有得食嘅。因为系因为佢嘅速度真系系。他可能好俾心機喺度整咧，可能整咗七八個鐘。年初一嘅夜晚之後。係係，爹哋幾時有得食早餐啊？之後等到原來係食晚飯。OK， 團年飯其實飯咧就成日都食嘅，即係你話團年飯嘅，咁啊呢個時候嘅話就可能都幾耐嘅。出道到而家可能每年翻香港嘅時間都係可能演唱會或者媽媽頒獎典禮。但是系咯，都好耐啊！其实，坤哥 ，Yeah， 我想，我有听佢嘅歌，我觉得佢唱歌好好听。